宝宝，好，妹妹该走了。你别管了，这玩意儿的化妆，我名字道行。不是说他不会化妆吗？再一个，看，不是吧？恐龙蛋啊！美妆蛋啊！看，多均匀，打的倒是挺均匀。你确定？普通的粉扑要拍十几下，这个只用拍三四下。哎哎哎，是不是很好用？我是不是有什么做错的地方？不不。你名字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请说。